保护。海底小纵队，海底小纵队与大漩涡。巴克队长，雷达上显示抵达时间应该是1分钟后。谢谢达西西。突突突，你的好朋友海龟桑迪就要到了。谢谢队长，希望他喜欢我给他特地准备的惊喜。你最好快点，你的小伙伴游得很快。是的，桑迪是一只棱皮龟，棱皮龟是游泳健将，当然游得快了。开始倒计时了，5、4、3、2、1。突突突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桑迪，突突突。队员们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桑迪，欢迎来到章鱼堡。我还有些急事，但是能顺路到访真是太高兴了。你到这里来游了多远？哦，地图上指一下。我从那里一直游啊游，到了这儿。哇哦，我想你的鳍一定很累吧。我都习惯了，棱皮龟在所有海龟里是游得最远的，诀窍就是要找到速度很快的洋流就行了。很快的洋流呀，给我们讲讲。洋流就像海洋里一条流动的河，我就是顺着一股洋流到这里的。今天我还得找一股很快的洋流。什么事这么急？我要赶回我出生的海滩，把卵产在那里。等一等，我给你做了个礼物。这个是好友定位仪，我把它放到你的背上。好了，显示出来了，好友定位仪能让我在地图上找到你，看到你要去哪儿。兔兔兔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只要你喜欢就好。谁给我指一指该朝哪边走呢？我看看，要到你出生的海滩上去，你应该朝这边。我得走了，兔兔兔，谢谢你的好友定位仪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快看，他游走了。为什么他往那边游呢？那不是去海滩的方向呀。突突突，请放大点。马上，队长。桑迪好像被其他方向的洋流带走了，这条水流直接流向大漩涡。大漩涡？是的，那是一股特别强大的漩涡，能把一切拖向海底。没错，那里的确非常危险，因为很难游出来。不，队长，桑迪需要我们的帮助。突突突，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突突突的朋友桑迪困在了错误的洋流里，朝大漩涡冲去了。我们要去救他。队长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涡轮增压器，它能给登陆鱼艇增速，来追上桑迪。干得漂亮，突突突，呱唧，咱们走。别担心，突突突，我们会救回桑迪的。皮医生，开启章鱼堡舱门。遵命，队长。好友定位仪显示，桑迪已经游出去很远了，我们必须追上他。
你们两个抓稳了，涡轮增压器启动。我们救你来了，桑迪，全速前进。别担心，我们会追上他的火箭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靠洋流太近，否则我们也会像桑迪一样被卷走的。现在我们靠近桑迪了没有？嗯哼，但是我们最好马上追上他，因为他已经直冲了大漩涡去了。洋流要把我们拖进去了。小心，有螃蟹！坚持住，顺着玩路，点地心了，小心！哎呦，抱歉，螃蟹们，小心点儿！干什么？耶，我们要被吸进去了！鱼人们，往这边倒！干得漂亮！天哪，桑迪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们接近他了吗？他在那儿，就在前面。大漩涡，这下可糟糕了。别怕，桑迪，我们这就来救你，不会让你卷进去的。可是怎么救？总有办法的，兔兔兔。大漩涡很快就要过来了，队长。可是我们在洋流外面是救不了桑迪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么现在我们只有……我觉得我可以游过去。兔兔兔，你来驾驶，呱唧游到洋流里去。他拉住桑迪之后，我们再把他俩从漩涡里拖出来。明白，队长。再放点绳子，队长，我要进去了。别担心，桑迪，到大漩涡之前我们会拉住你的。好的。合计恶人鱼从你后面游过来了。桑迪，快闪开。大漩涡，我来啦！兔兔兔，我们来吧！涡轮增压器启动。桑迪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谢谢。但是我真的得马上去海滩产卵了。你可以搭我们的车呀，巴克呼叫皮医生，我们需要你到海滩上去。98、99、100，一共100个漂亮的蛋，恭喜你，桑迪。哦，谢谢海底小纵队。看来我得再制作100个好友定位仪了。
海底小分队集合，赶紧闭上，进攻，赶紧，能走走，速度，小萝卜，呱唧，启动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龙皮龟儿跑得快，知道，没错，明白。想闯的心里不开，知道，没错。大声水流水都翻，别让你心很轻松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龙皮龟缠乱在沙滩，知道，没错，明白。偶尔上，只为这般跳起来。海龟，海龟，海龟。好地方高，好地方高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溪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